两个姐姐生的时候，当时是在你过来、你牺牲之前就出生了吗？那当然，他们两个姐姐都已经出生了。就是你过来，你牺牲的时候已经出生了。对。啊，然后这六年呢就没有怀孕，所以你也没法投胎。这个没有，第二个姐姐还没生，第一个姐姐出生了。第一个姐姐已经生了。对。你来的时候第二个姐姐。我们就间隔四年。啊、哦，间隔四年。嗯。那间隔四年的话，她这个怀孕的话，那这个姐姐就投胎了。你其实也想投，没投进去。是啊，没投进去。是。然后就等下一个。等下一个。姐姐已经生出来了。这个那你能不能讲出来，为什么这个姐姐你也想投，她也想投，为什么你没投？第二个我想投，她也想投，都她。你看见她了？对，你看见她的灵魂了？是。看见了？没有，我就第二个姐姐，我就看到她，我就跟她来了。你看见她投胎进去了？是。然后呢？我就等了第三个。等第三个。那这个就是等第三个的话，您姓什么呢？先生。姓的。啊，现在姓什么？姓杨。姓杨，杨什么？杨。杨是杨。杨进红。进前进的进。啊。红土的红。杨进什么？红土的红，宝盖头。红色的红。宝盖头。然后呢？红啊。对。杨进红，您是哪年出生的呢？58年。58年几月几日呢？9月28。9月28啊，哎，这个很吉祥的日子，男的逢八是很吉利的。你两个八，58年9月28，这个很吉利的，很吉利的。好，那就是最后呢，就轮到你了。对，轮到你就进去了哈。对。哎，这个，你能不能说一下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家庭？就是因为第一次靠得近吗？进他家的牛棚。我开始躲进这个以后，我就临坟，我就这个我家没缘了。啊、哦，这个很近了。我就这个牛圈了。这个牛圈了，这个牛圈的离我们很近的，就是一个牛圈这里。嗯嗯。其他的房间，其他的房间说的很真的。嗯。都进不去。其他就是我这个家，这老左是空的。哦。这几家都红得黏黏腻腻的、哦、就是我其他都进不去，其他都进不去。但是这个鬼魂不是说这个灵魂直接就能把墙穿透吗？穿不过去吗？你当时感觉那当然全部进去，穿不进去的、啊、那当然了，只能必须别人把门打开才可以进去、对对，你自己不能推开门吗？那不行，推不开。嗯，门缝不能进去吗？很小的门缝。那当然了，反正像那个玻璃那个小缝，哎，小缝都可以进来，灵魂的当然可以进去啊。哦，但灵魂的都当进去的，这个他们都说的很简单，就是没看中人家这个有缝没有缝的。其他家就是看中这家，就看中这一家了。他开着门吗？就是开门了，开着门，就是开门，老脚都啊、哦，就直接就是没密封的了，没有密封，你就从门缝进去了。对了。就是我小门的，就是从小门进去。就没这老脚都是有一点那么没慌的了。设备都正常吗？哦。好的，那然后呢？这个就是这个投胎的话，就是你当时进去投胎的话，大约什么月份进去的？你回忆一下，就是您的妈妈怀孕几个月的时候？那反正这9个月啊，是快要生的时候，是快要生的时候，快要生还有几天了，快要生啊。是啊，还剩几天，嗯，才进去啊。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去呢？万一被别人占去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那个就反正就反正在灵魂里面就乱跑嘛。是啊，就这个就看准了，又没有，好像又没有看准自己，哎，这个要是能马上进去，那没有这样。没有这样的。是。必须是先看好再进去。是啊。不是随便看一个就进去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是吧？那这个判断，你能不能谈一下？这个就是杨先生，就是你简单说一下，为什么选这一家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原因就是只看这家，只看其他的家没看见。一躲进去就只看这家了。啊，一躲进去就看见这一家。对，是啊。有感情了。是啊。住了好几年，有感情了。就想做这一家的人了。是啊。
哦，还剩几千的时候，从这个家都没有住到这个几个地方，这晚上那个临汾晚上临汾跑的时候呢，嗯，要晚上跑又回来。晚上你跑到哪里去？跑得远吗？转吧，都整个里面都转悠，都转吧。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投胎的。是啊。当时你很着，非常着急想投胎。要120多户。120多户，每年都有好多可以出生的机会，是啊，都没选上。这没。啊，你是觉得你没看上呢，还是说别人占去了，你不能进去？没有，反正我是我是进这家就看中这家。但是看过其他家，但是没看上，是啊，就一定要进这一家。对，等到你这个开始临汾躲，这个我是自己牺牲的啊，其实我就那个临汾又躲进这家，躲进这家就只看中这家，晚上跑的时候呢，又回来，这个临汾晚上活动啊，晚上活动天亮的时候就回来。对。那大约这个具体什么时间？就是活动的话，天一黑就活动出去了。是天一黑就活动。一黑就出去，他都鸡叫了，鸡叫就回来了，鸡叫回来啊，鸡鸣就回来了，是啊，鸡打鸣都回来了。喂，那敢不敢不回来呢？白天啊，白天就躲在这里啊，白天躲起来。这晚上的活动，白天睡觉吗？白天当然睡觉，旁天在说睡觉时候啊，老人家放了牛骚啊。他要过来，我们就醒了，就让点，他就丢牛草，我们就让点了。哦，还要让地方。这是啊。你丢草还要让地方。他说逮牛草，我们在那牛草边睡觉了。哦，你在牛草上面躺着睡觉。是啊。躺在牛草上面睡觉。是。哦，这样。嗯。然后呢？那这么大个村庄，就是每年都要死人的，就是没有看见其他灵魂。没有，就只有这个我们开始来的就是那个死人，就是是那个死那个五个人，其他的没有了，就是我们五个。那这个五个解放军有一个本地的是防卫队的，是一个防卫队的，也牺牲了。哎，我们这四个，我们但是都没看见其他灵魂。那这个你推测其他灵魂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。嗯。反正你这个就是，很自由。我就死到我的。嗯嗯，我就是只一说起来的，反正我在两岁半的时候，两岁半的时候呢，我一说你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从哪里来，爸爸呢？我从祁阳县来的。哦，湖南祁阳县。我就跟答应我们老妈，我是从祁阳县来的。嗯，姓肖。哎，祁阳在哪？我。哎，我姓肖的，你从祁阳过来的。哦，那么他说你在哪里玩了？你在哪里玩了？你在哪里玩回来的？我说从祁阳回来的。我就答应老人家从祁阳回来的。这个人我就说你在团建在哪个地方玩回来？我说在祁阳，我只说唯有说祁阳，只说祁阳。这你到两岁半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那我是解放军，我是勇士啊，那这全绿制服当的，都那都像我们本地方的当解放军了，就是就这样用。还有我这最崇拜解放军，我儿子啊，15岁的时候我就送他去当兵了。哦，那上一世你叫肖，具体的名称你能记住吗？我只记得姓肖。只记得姓肖，前世的姓名记不起来了。这样，这就是姓肖。那当地没有县，比如说，通道县县志没记载吗？这个事件，这死了几人牺牲这么重大的事件，没有记载吗？没有，现在是在那里有五兽坟，烈士墓，到时候。啊，有烈士墓啊，墓上带着姓名吗？这墓上的姓名，他就过了几年，再去离碑的时候，名字也不对了，名字不对，你看名字也不对了，啊，我上面有姓肖的吗？乡里也没有了，啊，没有。我开始进去的时候，我都那边死在那边，两岁多的时候，老人家问我。
你从哪里来？我说我的坟地在那边，老人家都怕了。嗯，小小的年纪，他说坟地是我在那里，在那里埋的。嗯，啊，说那里我们也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是吧？嗯，说在那里。嗯，以后就我就带了，我就带老人家去看你。嗯嗯，我就带老人家去看。嗯，哎呦，他就也是墓还没修好的，就是拿了乱就乱往拿泥巴，乱就乱往了。嗯，就离碑的时候呢，离碑可能他说过十几年才离碑，那个名字就记不清楚，当时是吧？哦，十多年之后离的碑。十多年，进入十二十年了，可能离的碑有。哦，反正离的碑呢，那个有的老人家又是死了是吧？那个名字就不知道了。嗯，那都刻碑了，刻碑的名字也刻的不对。对，只有那个本地的，我们本团的，有一个叫吴永松，对，这吴永松，他都就是他的名字对，我都以前说，我的坟在中间，嗯，在就埋在中间，五座就在我中间那一座，那就是这个坟的话，就是你的灵魂啊牺牲之后，他们把你埋了，你去看过你的坟。啊，是啊，你那个灵魂去看过？我都没有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两岁多的时候带老人家去看。对，那这个坟你怎么知道这个坟是你的？啊，我灵魂知道了。灵魂知道，因为你去看过。我去看过了。去看过、啊。我说我的五座坟的中间是一座是我的。对。到时候对，拿那个防卫队那个我们本团的那个名字就放在中间了。嗯嗯，那就我知道就不对了。两岁多的，你要以前的两岁多还不像现在的小孩子懂事理。是两岁多这个事情。像现在两岁多蛮清楚的。嗯，是吧？嗯。那就是前世呢，就是因为你是外籍的解放军嘛。是啊。所以呢，就是本地的人就不太清楚这些名字。是啊，那个像我们记，像以前的那记载啊，但像不是像以前的，像现在当兵的时候，那个上战场的时候，像衣服打自己名字，打自己编号是吧？当时没有。这当以前是没有的了是吧？以前没有。以前当然了，绝对没有嘛是吗？像现在的，像上战场的时候啊，打编号啊，打你的名字啊。对对对，现在是这样的。哎，像以前的。得到命令出去就出去了是吧？也没有装备什么，那什么，就只知道自己是姓肖的。对，那这个投胎之后呢，就是，然后出生以后呢，这个前世的父母啦、姓名都没有回忆起来。这没有回忆，回忆不到了，没有回忆。但是你对前世的记忆就是，牺牲之后的事情记得很清楚。是，就是我。